吴将军，里面我不是你们的爸爸，里面我是你们的吴将军。出唱歌可以吗？吴将军，里面我不是你们的爸爸，里面我是你们的吴将军 ，OK？ 你们是我的兵，我叫你们做什么，你们就要做什么。你要中文版还是英文版？你也要英文版？你来挑战中文版，中文版。今天呢，我来到了奶奶和 Max 的学校，因为是最后一天上学了。然后呢，为什么今天会来呢？就是因为他们有颁奖典礼，我们搬来上海大概有两年了，然后呢。最开心的就是奶奶和 Max， 他们都很喜欢上海，他们的学业进步了，然后学中文呢学得非常好，所以呢今天呢真的是开心的一天，值得庆祝的一天。